亮署跟屏东县农民携手，经过长达五年的试验，创造出了龙虾芒果，在台湾跟日本都广受好评。这种龙虾芒果呢，是利用设施栽培，提升水果整体的品质，让芒果不止果肉更扎实，而且鲜甜多汁。设施型农业，除了我们从这个用一个稳固型的一个房子给它住，那住在当然住在里面的这些芒果可以获得很多的保护，包括它不会受气候的影响，包括不会受整个那个环境所大的因素的影响。看准龙虾芒果的海外商机，水果贩售业者也跟知名百货业者合作，在生鲜超市上架贩售，主打台湾门市接单，直接宅配到日本的服务。不只支持台农研发的技术，也希望向国际大力推广台湾的精品。